中国男星胡歌向来低调，自年初吴玉景宣布结婚当爸后，近日又突然抛出五年不拍戏想法，引起粉丝热议。胡歌在微博向粉丝们提问，如果未来五年不拍戏，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，大家是否还会继续支持自己？此番话引起网友揣测，怀疑他想暂退演艺圈。对此，不少人直呼不舍，也提到其实可以边拍戏边做公益，不必完全消失荧幕前。也有人指出，胡歌这些年来影视作品已经很少了，不希望看到他放弃演员的身份。工作久了，想要换个步调很正常。就像大家每年都会请假休息，或出国散心，艺人想要暂时放下演艺事业的工作，其实不难理解。偶像有心投入公益，回馈社会，粉丝们应该高兴才对啊。